哎，看看这个车主画面，你认不认识他是谁呢？他真的很幸运哦，今年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开出了，台中市大雅区的一间加油站就发现了，有一名前来只加了100块钱汽油的阿伯，似乎就是这1000万元奖金的幸运得主。加油站沾染了喜气，也特别提醒这画面中的阿伯不要忘了去领奖。这名头戴安全帽、骑着机车加油的阿伯被加油站比对出，上个月27号下午只加了100块钱的汽油，居然就得到统一发票特别奖1000万元。隔一台的话就是一台汽车，自小客车。哦啊，刚好的话，第二台的话就是开出千万发票的那个大奖这样子。加油站被国税局通知开出了特别奖的发票，站方相当高兴，沾染了中奖的喜气。不过也不确定阿北是否会去领奖，而前来加油的民众得知到加油站开出了发票的特别奖，更是希望下一个得主就是自己。我知道这边有东西路遥，谢谢。您知道这边有人就中了1000万吗？哦，知道啊。他只花了100块钱。对啊，这张尾号8354的特别奖发票，只花了100块钱的汽油，就得到1000万元的奖金。加油站虽然无法得知阿北的身份，也不确定阿北是否知道自己中了奖，但还是希望这名阿伯不要忘了去兑奖，免得错失得奖的时间。